失去的东西，我要让你一件一件的还回去。如川，你真的了解吗？我原本以为我看你不会出错，原来我们以后伪装竟然可以如此非常。姐姐，我们要成婚了，自家人不必再这些。你知道吗？现如今在我心里只有你是家人。山川湖海才是你的天地，若不是陪你走上这条路，
我怎么会成为你的防线？做得如此下场。碎石凉薄帝王仙，一旦卷入朝堂争斗中，难保陆家不会再次遭你们之祸。这一次，我绝不能重蹈覆辙。怎么是你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去阴曹地府走了一遭，阎王老爷说您还排在我前头。你们让我失去的东西，我要让你们凭借我的力量还给我。我还没死，你又怎么知道我不会反叛？一个没有双鱼令的素人，在庆王府会是怎样的下场？庆王这样的会留一个废物在身边吗？小姐，你昨日订的棺材到了。阿娘，一路走好啊。你是被我二哥逼的。没有人逼我。乱人，那是一条人命。请你心有七窍玲珑，我求你力抗荒，总归你。你不要命了？这是学生落的文章，老夫不能有负重托。走开！陆小姐亲自等人，今晚为许清策证明。有话好好说，有什么别扭啊？回家把药上了，化脓就罢了。哎，我就算第一次没有接触，你再给一次不就好了吗？哎，要猜就猜。你来韩京城不是为了与二哥结盟了对吧？在这种情况下会遇到什么事情让我帮你。真开心，好久没这么开心了。怎么就这么开心？因为你啊，今天看到你做这些事情，好像那些阴魂复杂之事都被挡在了外面，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如果这里是你的避世桃源，那欢迎你经常来做客。早知道种葡萄这么麻烦，还不如不种了。你这么说就有点不知好歹了。要是不种葡萄，哪里知道殿下对小姐这么用心啊？你愿不愿意相信我？不论以后发生什么，我愿意跟你一起面对。你如果不想告诉我也没有关系的，但我不希望你把自己压得那么死。镯子上的字我看到了。爱情永不负卿。你救了灵犀的命，我也知道。你听到我的死讯后，没日没夜的赶往苏城。你拼了命的救陆欣然，沙家人之仇你背负不了。是看出来，其实我害怕真的杀了。我也不会让你背负。我是有退路的，你再等等。我等你。不知道陆大掌柜对于太平仓的第一批见证人的名号，觉得值多少钱？大概。可以让你莫名其妙拉我出来十次，才十次。韩京不是我的贵处。